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就是我们1259期的节目。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这一款地球崛起系列的 Small Screen Earthrise Small Screen， 它是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那它的一个整个玩具的造型的话呢，大家应该都已经非常熟悉了。那来到地初的话呢，是来到地球之后的一个形象啊。那跟之前的这个卫星系列相比的话呢，该空洞的地方呢还是属于一个同样的一个状况啊。不过这一次的话呢，因为腿部的内部呢是一个黑色透明件，所以这个空洞的感觉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明显了。以及呢，它这一次呢，在这个地方呢多了一块的这个遮盖板，算是有一个遮羞的一个感觉了。以及它这个脚后跟啊，脚后跟这一带的话呢，你可以放这样，但是呢，我看这个盒子的后面的话呢，它是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呢来做一个摆放，这样子放呢，也是可以了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呢，似乎是把它给翻出来啊，变成是一个高跟鞋的感觉，好像站的还比较稳一点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个人的话呢是习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来做一个摆放了。那各位这样子看我这样掰了几下，你也会发现啊，这个地方膝盖这里是这个打这个铆钉这个位置啊，是这个玩具呢感觉最让人觉得可能会松弛的地方。那么地初的话呢，它的话呢很多的这个部件呢都把球冠给取消，是比较良心的一个设计啊。但是以这个膝盖来讲的话呢，确实是比较危险一点。那这一款烟雾的可动的弧度度的话是非常好的啊，原则上呢可以说是非常接近于 MP 的一个造型啊，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呢，也有朋友说呢，这个 G1 造型看的是比较腻了啊。那这两者硬要相比的话呢，其实我反而会，我可能会真的会比较推荐啊，你干脆入这一款这个围城系列的这一款了。因为造型来讲的话呢，我自己觉得这一款也不赖啊，是外星的感觉也比较强，整个一个体型来说的话呢是更加的夸张一点，更加的美式风格吧。这个的话呢就感觉就比较方正一点啊，是说方正一点也不见得就不是美式风格了啊。 anyway， 这个两者反正就是你要我硬去选的话啊，我会二选一的话，如果价格同样的情况下呢，我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个左边的这个围城啊，但是也没有说差到很多啊，是非常接近的。面雕的话呢，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居冠的一个感觉，你可以看它脸部是白漆啊，而且有一点异漆的小状况啊。然后眼珠子的话呢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配色，会反光，你看到吗？这光打下去之后呢，你看眼珠子好像会发亮啊，对不对？非常非常非常传神啊，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这个之前的一个这个围城的话呢，只是一个银漆的脸，看上去更加的严肃。那两者的一个武器的配色也是不同的啊，过去是白色的，应该是说这个是白色的一个武器，这一次的话直接是蓝色。那其实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啊，它这个其实在蓝色的这个塑料垫上面去涂上白色的漆的。那两者的话呢，胸口的这个 Autobot 标志呢，以新版的话呢做的比较的这个大一点。那我们呢现在来跟各位示范一下这一款地球崛起系列的一个Small Screen 的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腰转180度、然后呢这一块部件呢往上面推上去，那这两个部件呢要把它给翻折到下方啊。然后呢两腿的话呢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合并，先稍微做个简单的合并， OK， 这个地方啊是要扣进去的， OK， 扣上去。再来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腹部这个地方往上面挑起来，挑起来之后呢整个的往前面拉出去，然后这个板子的话呢从这里推，那记得从这里推还不够，你要从上面看啊，要把它往上面推到底，它这个地方 OK 才能够整个是一个平整的一个状态。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这一个腿部的话呢直接的从这个地方呢给包覆进去啊，从这个地方往上面推，将这个地方打开推进去，这个地方呢就绕过这个胯下推进去。这个地方呢第一次变的时候呢不见得你能够很顺手的推进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奥妙的一个手感啊，就是这样子啊，整个的把它给压进去啊。如果说呢你不相信这个自己手法的话呢，你就是用力按下去就对了啊，大力出奇迹啊。那如果玩具坏了呢，我也只能跟你说对不起啊。然后这个手臂呢记得把轮胎转出来外面，然后依照它的一个变法，这里是有一块凸啊，然后这个门板内侧是有一个凹但是呢我觉得不扣好像也影响不大，因为它这个门本身已经跟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卡扣了，所以这个地方没扣到我觉得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影响，你只要记得把轮胎转到外侧就行了。然后这个凸啊就这样子把它给放到内侧来，这个地方 OK， 如果你硬要扣紧的话也不是不行啊，稍微去调整一下还是能扣得到。
但是呢，我是觉得无此必要啊，并不需要这么做，并不需要这么做。再来的话就是后面这个地方，把它给压紧一点。OK， 我不知道这个网上的朋友说什么无法密合，是不是指的是不是后面这一代啊？不然以我这一款来看的话呢，这个我认为都还是蛮正常的一个范围吧，并不是什么，对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这样算缝隙大吗？我不晓得啊。那整个玩具的这个红色的话呢，是这个接近于这个微城系列 Size Warp 一样那种消光的这种红色，非常漂亮的一个红色。那我们这话呢，就直接对比一下啊。那这个是赛星版本，这个武器刚才先取下来好了啊。这武器挂在上面是肯定是丑的了啊。好，如此这般，两个哪一个好看呢？以地球上的审美观来讲，当然是这一款是比较正常一点。这个就是显然就是外星风格要强烈的多了啊。哎，奇怪，怎么换你这个密合度不好了啊？稍微压一下啊。OK， 那我可以稍微对比一下配色的话呢，就很容易去辨识。以及上方的一个80号的数字呢，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外星文字了。那上方的话呢都是有一个空洞啊，那以空洞的表现的话呢，这一款因为上面是一个黑色的，所以还稍微好一点。那么这一款的话就是真的是一个大洞啊，就非常非常可惜了。车尾巴那个各位看一下，其实做的还算完整啊，这个整个车底都有包覆的。那车底盘的话就是我让人觉得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怎么回事？为什么它可以空这么大一个洞？明明两个人身高站起来差不多，车型也差不多，为什么它就是有办法中间空这么大一个洞？就对不对？这个究竟是怎么？我也不晓得。我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呢，我也想不会吧，这样子空这个洞，难道我是不是变错了啊？这个 OK， 反正它就是这么样变完了。那一样是有这个灰色的这个挡风玻璃。车型的话算是漂亮了啊。那我们的话呢，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一样啊，把这些武器呢给全部扣上去啊。既然官方给了我们这个武器呢，我们就接受它啊。但是肯定是丑的了啊，这样的非常非常怪啊，直接的就是。这个车型的话就加上武器就直接毁容了啊。那么这款赛星风格的话呢，可能还感觉没有那么样的一个突兀。那两者如果说真的，我还是那么一句话，如果两者其实相差并不多啊，甚至我觉得可以两者都入了，因为毕竟它也是代表两个不同的一个时期的一个烟雾的一个造型啊。但是如果二选一的话呢，我可能还是会比较喜欢这一款吧。在变形上的话，这个流畅感也比较大，那这底盘的话呢，收纳也比较 OK 一点点。不过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一款还是一个，如果有特价的话呢，还是建议你把它收起来啊。做官方的玩具好像这一句话就是免不了，只要特价就把它收起来啊。是曾经提过很多次了啊，不管你怎么样闭着眼睛收呢，最后你还是会收到官方的玩具啊，只是这个入手价格进场时机的早晚而已。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